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又与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神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又在主日的时候，在你的里面与你一起，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你的面。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感动和引领我们，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音乐的敬拜，还是主日的正道，都蒙你所喜悦，蒙你所悦纳。最重要的是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欢欣鼓舞。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以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看诗篇57:1-5。神啊，求你恩待我，求你恩待我，因为我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直到灾害过去。我要向至高的神呼求，就是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神呼求。神从天上施恩拯救我，斥责那践踏我的人。神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诚实。我躺卧在狮子中间，就是在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是的，主，我们要敬拜你。Thank you.
管我们生命当中的历史的何等样的患难，何等样的痛苦，主啊，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光亮，求你成为我们路上的灯，照亮我们的光。Oh,
是未曾看见，依然遥望着天空，心事完全交托，甚至如一张纸，我靠着将我依恋你，还是都能做。我梦难过一步，祝平安在我心，我靠着将我依恋你，还是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还是都能做。正如这个诗歌所唱，靠着你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力量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力量，感受与你同在的喜乐和平安。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上一周一起探讨了苦难的来源，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灾祸呢，是从魔鬼撒旦来的，魔鬼撒旦借着我们的私欲来引诱我们犯罪，拖我们进入罪和死亡的中间。那神呢，是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碰到苦难，碰到挫折，我们不要埋怨错了对象，不是去怪自己，不是去怪撒旦，去埋怨神，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路德在信心上给我们做的榜样。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的上半节。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的上半节，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读圣经。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使人使你我隔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困难和挫折中拯救我们。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也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看到你真理的光，得到属灵的生命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路德记一开头就讲，它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期，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确实是什么时候，但从以利米勒被称为以法他人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了，他应该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进到了迦南地，分得了土地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专家说，以利米勒一家被称为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呢，是表示他们这个家族啊，算是比较有头有脸的家族。所以啊，一个家族进到一个地方要成为有头有脸的望族，当然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肯定的是，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段时间之后。那路德作为摩押人呢，他和族人一定也听说过上帝以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帮他们把在后面追他们的埃及的军兵灭掉。上帝也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衣服没穿破，鞋也没穿破。所以这些神迹奇事他应该都听到，他更应该也听到，当以色列人想借道摩押北上的时候，路德的族人呢，竟然不允许，还要派兵攻打他们，还去邀请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派他们中间的美女去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真的是让路德他们觉得羞愧。他们也听到上帝祝福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水涨满两岸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一系列的事件，路德听了肯定会觉得神奇。反过来，他在他们家乡看到他们自己所拜的神叫做基莫，这个基莫跟以色列人的神那么祝福他们，那么爱他们完全不一样。这个基莫在摩押人拜他的时候被摩押人烧得通红，你看这个图片，他的手臂、他的腿、他的身体都烧得通红。当那个祭司把婴孩放在那个手臂上被活活的烫死，如果那
婴孩生命力强，在那个手腕里面弹跳的话，掉在下面的火中也要被活活的烧死。所以那个凄厉的叫声哭声一定是在路德的心里面变成一种噩梦。他们的神在他的心中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恐怖，真的是跟以色列的上帝完全不一样。出乎意外的是，有一天他的社区竟然搬来了一家以色列人，这让他和家人还有他的邻居感到特别的惊诧。他们会细心的观察这一家以色列人，发现他们的习俗不同，他们会献上牛羊而不是婴孩给他们的神。不幸的是，几年之后，路德听到他们这家以色列人的男主人死了，就是拉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但是呢，拉俄米没有被这样的灾难打倒，他坚强地带大他的两个儿子。路德有机会跟这一家人打交道，最后竟然嫁入这一家，成了儿媳妇，成了这个小儿子的太太。进到这一家跟他们一同生活之后，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们的信仰，认识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对路德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他终于也接受了他们的上帝，他离弃了他们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专家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个主题经文呢，写的是对拉俄米的誓言。圣经专家说，他应该早在此之前就归信了上帝，不然他不可能讲得出这么美好的誓言来。我们不知道路德什么时候归信了上帝，但我们可以确定他归信上帝的渠道呢，就是拉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不仅他归信了上帝，就是他的嫂子也归信了上帝，就是叫做俄尔巴的也归信了上帝。亲爱的朋友，我想请问您，有没有听闻上帝的道，听闻福音，有没有看见信靠上帝的基督徒？有没有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的人生中间肯定也会碰到不同的挑战，虽然没有拉俄米面临的那个挑战面临那么困难那么大，但是我愿意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拉俄米，就像路德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从神的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可以来胜过你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我要告诉你，神爱你，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担当我们的罪，他挪去我们的罪，也把属天的祝福带给我们，把永恒的生命带给我们。但愿你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福分。不幸的是，路德和俄尔巴他们也先后失去了他们的丈夫，这对他们的信心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对拉俄米来说那真的是人生中接二连三的打击。但是呢，他反过来还要安慰路德和俄尔巴这两个儿媳妇，他自己需要安慰。那他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中间，一次又一次的痛苦中间，能够说得出安慰的话呢？如果不是他信靠的神给他力量，给他话语，他又能够说什么，又能够做什么呢？感谢神的是，路德和俄巴都经受了
中年丧父这样的人生悲剧，坚持跟纳奥米一起信靠神，一同的面对苦难，一同的生活。可是有一天，纳奥米听到上帝是以色列的饥荒过去，上帝在赐粮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毅然的决定要回到家乡伯利恒去。他不想拖累路德和俄尔巴这两个儿媳妇，所以他劝他们留在家乡摩押，让他独自一人回去。他知道伯利恒是他的家乡，但是对于这两个儿媳妇来讲，伯利恒是异国他乡。作为寡妇要去异国他乡谋生是困难的，他也不可能再生孩子做他们的丈夫了，所以这对路德和俄巴来说又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最后俄巴回到了他的家乡，那路德呢？在我们来看这个路德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以利米勒十年前他做出的选择。首先呢，以利米勒的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意思是我的神在做王。他的父母希望他在人生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要记得耶和华在做王，他的神在做王，他的神在掌权。但是呢，我们看他在给他的两个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取什么呢？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年，意思分别是憔悴和捆锁。做父亲的怎么能够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呢？请问我们中间有谁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的吗？说体弱多病或者是短命鬼，没有人这样给儿子起名字啊。一般情形这样给儿子起名字啊，有两种，一种是先知，他为了说一种预言，他就给儿子起名字比较负面的，比如说以诺给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时候洪水就到。那以利米勒给儿子起名肯定不是这种情形，他为什么给儿子这样起名字呢？他是出于对他的人生遭遇，对他的境遇的不满，所以啊，他也是对神不满，所以就不顾对儿子的负面影响，竟然起这样的名字，可见他的不满有多么的大。那碰到饥荒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全然忘记他的名字的意思，我的神在做王呢，我不要害怕呀。他呢早就忘记了，他卷起铺盖逃跑。我们上次说他逃荒虽然不算是罪，但是呢可以从他给儿子起名字，从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对他的鼓励和这个提醒，他就慌不择路的跑了，所以这是一种软弱。他信心软弱的进一步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本来是在那里寄居，是暂居，他到了摩押地却变成了长期的定居。那我们可能有人也是对神不满，因为我们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像以利米勒这样碰到问题就逃避，甚至是长期逃避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胜过呢？下面我们来看路德的做法。路德不仅仅愿意跟
拉美回去，他还愿意跟他同住，他愿意跟拉米时时刻刻的在一起。我们看一看路德的誓言，他的这个对称性结构，从这个结构里面我们应该就很清楚了，他的誓言的核心就在于他认同拉米的这个民族，他也认同以色列的神。在当时啊，这个国家的这个概念还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其实那个国家那个概念还可以理解成这个民族，所以路德他的事业的核心也是对以色列人的认同，对耶和华神的认同。他的誓言包括重要的五点。第一呢，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第三，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第四，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第五点，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有人呢、啊、称路德是新希伯来人，因为他也是脱离他们祖宗的偶像崇拜，从河的那边过来。当时亚伯拉罕是带着以色列人，从带着希伯来人从波拉大河那边过来，但是路德呢是从亚伯河，从约旦河过来。我们呢也是跨越万水千山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比路德啊拉米要晚生几千年，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们跟他们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是罪人，我们都因着罪落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路德给了我们，给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他原本是生活在咒诅之下的，前次我们说了，就是《生命记》23:3，摩押人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呢，他听到了生命之道，听到了福音，他归信了上帝，成了神国的人，所以他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不仅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他还蒙受了上帝莫大的祝福。我们前次就说到，他成了大卫的祖母，成为弥赛亚肉身的先辈。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只是考虑说在这边找一个更自由的环境，更自由的生活环境，希望儿女呢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爱你，他愿意你得到永生的祝福，可以得到属天的自由。所以但愿你能够早早的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愿上帝也让你和你家像路德一样，可以胜过各样的困难甚至死亡。你能惊异的是，路德不仅愿意认同以色列人归信上帝，他还愿意持守对神的忠心直到死亡。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他的决心真的是毫无保留，他愿意委身在永生神上帝的里面，他也愿意委身在他的婆婆拉米。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老，需要人关照，需要关爱。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他的意思是，我永不离开你。那
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主动的提出来要去拾麦穗，要去谋饭吃。从后面波阿斯对他的话就知道，牧师人在来麦地里面去拾麦穗啊，不像我们在国内那么安全的。在古代的时候，女子的地位卑微，尤其是寡妇，更何况是外邦女子。所以波阿斯要她不要到别人家的田地去拾麦穗，就跟他的女仆在一起，在他的田地里面拾麦穗，是不要让他受别人的欺辱。他也交代他的仆人不要欺负路德，反而要多多关照他，甚至把收割好捆好的麦穗抽一把一把的丢在地上，让他去捡，竟然也顾忌他的这个面子，真的是很特别。而路德他在得到了食物，得到了麦穗的时候呢，他赶紧拿回家奉养婆婆拉俄米。所以他真的是践行他对拉米的誓言，把他养老送终。而且呢，他对婆婆的忠心呢，也在他的在伯利恒也得到了美好的名声。这也是他的信仰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满了混乱，不过我们有一个相当正面的词语，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多样性。教会呢，可能是充满神憎恶的罪，就是有些教会啊，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同性恋啊，各样的罪。在神学界呢，也是充满混乱，真的是遍地都是自由派的神学替代神学。那至于社会的混乱就更不用说了。路德不仅一生忠心于神，他还将信仰传递给后人，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呢都蒙神祝福。结果他的后代中竟然还出了大卫王。神继续的祝福的时候，神让弥赛亚降生在这个支派。在历史上，像路德这样对神忠心委身的人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位早年的宣教士米年，他被称为愿意委身劈柴挑水的宣教士，新教最早的宣教士之一啊，就是马吕逊。在来中国宣教之后啊，他想要多一位同工，一个人呢太单薄太孤单。他的差会呢就在英国张榜要招聘宣教士，结果很久过去都没有人报名，最后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呢就是米年。但是呢，招聘的差会的领袖看到米年好像真的是其貌不扬啊，所以他们就想考考他，让他能够知难而退。他们就问他说，是你真的要报名去中国传福音吗？米年说，是。那你可要知道哦，我们招的不是传福音的，是给我们的传道人呢、去劈柴挑水的。没想到米年就说，如果主让我去劈柴挑水，我也是感激不尽的。这样的话，柴会的领袖把他派到了中国来，结果没想到他成了著名的宣教士。他在当时的马来西亚工作期间，因为他们不能进到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进中国大陆除非是你有东印度公司的那个给你的身份，你说是去做生意，你才能够进到广州，其他的地方也不能去。他们刚开始了就只能待在现在的马来西亚那一带。结果呢，他在那里不是劈柴挑水，他
在马六甲基督堂呢牧会七年，做牧师七年，然后呢他用中文和马来文写了很多的福音单章，他后来又成了著名的英华书院的校长，就是当时的神学院。他还跟马吕逊合作翻译中文圣经，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有很多都是借助于他们翻译的圣经，把它做一些修改润色，因为他们翻译的是文言文的，可见他们的中文水平是很高的。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几十年忠心委身了，为神为中国人的福音事业真的是立功甚伟。我们现在在百年难遇的这个瘟疫的当中，许多人和家庭呢都感到前途渺茫，真的是要得忧郁症，看不到光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愿意拯救我们脱离这百年难遇的苦难，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委身，不仅彼此的委身，也对神来委身，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说普通话的人的属灵的大家庭，给他们带去爱、希望和温暖。为此我想给弟兄姊妹两个小小的挑战，一个是给我们许久没有联络的亲人两位打电话表达亲情问候，第二是给两位好久没见的弟兄姊妹打电话问好，联络他们，请他们预备好自己能够在九月份来参加实体崇拜，好吗？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百年难遇的大患难的面前，我们需要你，我们的福音朋友也需要你，求主你来施恩典施怜悯，你也来祝福我们，成为我们周边的还有没有认识神的人的祝福。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彼此的忠心，也赐给我们对你的忠心，赐给我们一生忠心。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兴起我们来成为我们周边的同胞的祝福。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以下是家事报告的时间，在报告之前，请电脑面前、电视机面前的新朋友拿出您的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联络信息发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也彼此的鼓励。希望在九月份能够在西轩见到您。首先我们要为乐义堂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保守看顾他们，也愿他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鼓励。其实我们决定在九月五号的下午开始实体的崇拜，我们有那么漂亮的大堂，一同来敬拜神，我们可以保持社交距离，保持这个健康的距离，请大家预备好自己，在八月二十日之前打好疫苗。最后也请大家为我们的新朋友祷告，我们最近有新的朋友接受主，求神呢来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八月份的时候受洗。最后我想报告大家，我们主日崇拜、成人主日学和普通话的祷告聚会仍然照常进行。下面是
奉献的环节，我们一同来念奉献的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9:6-7。愿神祝福我们的奉献。下面我们一同来领受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祝福我们各位，再见。